们要在推动这样的一个活动，有在地人的热心参与跟支持跟帮忙，这个是成功的一个保证。那我相信啊，我们在这里今天早上大家也一起参与了，把太阳能板架起来。那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工作，后续工作要做啊，比如讲它的将来怎么样去维护啊等等啊，都需要有些人帮忙。那李教授啊是在地，所以啊他就有足够的时间来作为我们卡罗妈他们以后在做绿色能源遭遇到困难的一个最好的说的而且是免费的说的。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他能够花时间来跟我们讲部落绿能自主环境教育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教授。谢谢谢谢，从来没有介绍我的这么高层前环保署的署长国龙署长，还有我们在座的环保的这个前辈，还有先锋，还有一些青年后进，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台东大学的李伟俊，那也许你不认识我，但是相信待会我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就会让你印象深刻。这是我比较特别的地方，我上课的方式绝对不会很无聊那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摆出来了很多都是我自制的能源的教具，那我希望我们在寓教于乐的情况之下，我们来完成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能源教育部落绿能自主的这样的一个主题。OK， 恭贺贺。好，那我现在征求大家的意见，这个环境我认为不太适合当作教育的场所，我需要做一些转换。那转换的话，就是外面那边，那待会我们再进来这边。好，那我去外面那边，我会刚好带我的一些教具，也做一个简要的说明。那进来这边，你们里面有一些讲义，我要谈我对达尔马克绿能自主的一些想法。那我们出去之前，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能源自主计划其实重要的是常住在这边，也不是我李伟俊，我在这个地方住了30年。我讲的是常住在这边达鲁马克部落的居民，他可以供给我们用。所以我们希望你们是一个开始，我也希望有机会你们要见证，跟我们署长大家前辈们一起来见证达鲁马克绿能自主的奇迹。所以要见证奇迹之前，先让我们身心舒畅一下，我们到外面集合。好，麻烦一下，麻烦。10分钟就回来啊！才10分钟哦。这样子那就20分钟。好了，反正我们出去，如果外面很舒服，就在外面讲了，好不好？我跟大家稍微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台中大学教育学系。我叫李伟俊那名不见经传，但是如果你在 Google 搜寻的话，好像很多我的报道那不管好的坏的啦，你看好的那一面就好。好的就是科学教育，那不好的是我在挑战我们高校的体制那个就算了好，那个不好的就算了好的就是我做科学教育的事情。在台东有一个美塔魔法学校，在台东的糖厂那这一次台风也稍微把它吹得乱七八糟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科学教育要向下扎根同样的，今天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来到达鲁马克这个地方参与能源自主的计划案，我参与了六次的会议，那今天是第7次还上课。
那我要感谢秉亨，那秉亨不在这边，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署长还有前辈们会跟他讲，我真的要感谢秉亨，因为秉亨已经看到达鲁马克能源自主的一个希望，那因为全国难得有一个比较独立的部落有一个水力发电，而且是在运转中，我自己做能源教育做了8年，我最早其实做科学教育，慢慢的做能源教育，废话不多说。因为讲完之后，我们待会进去就有惊喜，所以为什么先把你们叫出来？因为里面有惊喜啊！我的学校叫美塔魔法学校，所以我是他们都说我是校长，我都不敢当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科学魔法师啊！那因为我的科学教具拿到了4张街头艺人的证照啊！这个就不多说了啊，因为证照是有那个的嘛啊！好。我们把手牵起来，我想邀请署长来我旁边，然后这个待会讲啊，这个是我的教具啊，好，手牵手，大家要牵起来，没有牵起来，这个魔法术就没有办法完成。电到 ，OK， 哦，会电到，你跟署长会电到，不会吧？电啊！我看这个我要，那你结缘吗？你跟我这样会电吗？不会，因为这边是短路。好，我要跟那边有摄影机。你看我为什么站这边？因为我知道摄影机在哪边。那另外我告诉大家，你如果上网 YouTube 可以搜寻我主持的科学节目《亲子玩科学》，另外一个主持人叫做苹果姐姐。有机会自己搜寻一下，但是千万不要 email 跟我讲。李教授，你变形了！我现在是真的比较胖啊。那100年的时候真的比较帅啊。好，没关系了哈。来，这个是我自己做的东西啊，我自己做的东西啊。其实很简单，里面是一个 LED 灯 ，LED 灯。我们要来见证，我们今天为了达鲁马克能源自主，我们能不能让它发光发声？来吧，大家都牵起来了吗？牵起来了吗？怎么那么小声？只有那边切哦。来，一起来，大家牵起来了吗？牵起来了。好，牵起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摄影机准备好了吗？好了。好。来，组长，你们来。哦。是，你会怕电吗？你是环保署署长，你会怕电吗？接触。再怎么电，这也是小小的，根本不会电啊。这里面是电池嘛，哈、哦。对。你按错边，你没看我按这个金属的地方。电到我。等一下，哎，好像有人放掉了。哎，因为这样就断电了嘛。嗯，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第一个概念，能源要有通路。好，拜托一下，拜托一下，不能 NG 啊，好不好？进到底啊，一进到底啊，来，我们见证达鲁马克的奇迹，大家讲好唔好？好。啊！大家要变电到的感觉，大家要变电一下，来动一下，抖一下。好，谢谢大家。好，然后我们进去一下，我们进去一下。好，待会第二个奇迹就在里面了，赶快进来一下。啊，要进去了。对，快。本来外边已经很热了，现在发现还有更热的地方，现在觉得外边好凉。模仿的哈，接下来第二个模仿在这边，我把它打开一下哈。大家觉得今天热不热？热。大家觉得现在在里面热不热？热。啊，天气热要干嘛？吃冰。还要吃冰，所以第二个魔法术就为大家介绍，1秒。拿冰棒给大家吃，大家说好不好？掌声鼓励一下。来，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发下去，来，一人一支，现场拼啊，拼两杯啊，快！这么好，来吉雅哥，哎，真的是真的啊！有那么多人扣印，啊，赶快发，我们帮忙一下。这一招蛮有效的嘞。好，一人一支，有剩的待会答对的再续支，好不好？那我们这个环保
连同的可以吃两只，长辈嘛，对不对？如果你想吃的话，好，你们就边吃边听我鼓浪，好，没有了啊，边听我讲达鲁马克的那个教育，哎，不客气了啊。好，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哈。那其实秉恩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在家，我一直以为是三点半，然后秉恩的时候是两点多，说李老师能不能三点来，我马上二话不说就说好。但是呢，我为什么 delay？ 我就马上想到，我一定要到台东的糖厂买冰棒请大家吃，给公点票哦。哦，边吃边回应了哈。那这个冰棒呢，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在我们化学校的对面。好，但是我也是花一支好多块买回来的，不是用骗的哈，而是真的买回来的哈，花钱买回来的。我会觉得大家对人员教育有一些想法，甚至这一次很感谢啊这个环盟这样啊来做规划这样的课程。好，那也我想代表我们台东达鲁马克部落，谢谢大家，因为你们的开始是达鲁马克的居民都在看啊。那尤其今天晚上座谈会，他们社区的一些干部、理事长、青年会会长等等的都会来。我希望晚上的座谈会，勇敢的说出你对达鲁马克未来能源自主的一些想法跟期许，啊，然后让我们达鲁马克的这个社区民众能够更有信心的继续走下去。大家恭候候。那我是台东大学的教育系的老师。第二个，我是科技部科学教育科学传播学门的审查委员。那做了十年的科学教育的相关研究。这五年来，我 focus 在能源教育，尤其是绿能这一块、再生能源这一块。那另外担任教育部的教师专业发展评鉴的辅导委员。那另外呢，行政院环保署这个部分担任的是我们这个低碳永续家园的审查的委员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在新闻里面比较多属于比较这应该算不算正面还是负面哈？我是高教工会台东分部的召集人，现在目前高教工会啊，其实在台北跟教育部都在打仗啊，都在打仗啊。那我是在台东打仗啊，那我是负责这个召集人。那另外我还有一个身份跟公民组织有关，台东公民监督联盟召集人。那在我们总部是立法院的那个东都盟啊，东都盟，我们是台东分部啊。好，那这个是我个人在教育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创建，很快的介绍给大家，叫做美塔学 （Metology）。很简单的来讲，美塔学就有三大内涵，一个目的。三大内涵呢，就是要有创造力，要有后设认知，还有同时对立思考。它的目的呢，就是正向心理学。好，因为当我们在做创造力跟后设认知的时候，会产生同时对立的问题。好，一个好的 idea 可能是好，可是你要记得，一定有相对不好的地方。举例来讲，太阳能板。答对了，再送一支。哎，应该有剩。哦，有啊，有剩。而且你们剩的竟然是这一种。好，我小猫借来，奶奶都补洛神花蜜饯的洛神冰。好，没关系，留下来。好，我现在问大家，你们今天架设了太阳能板，有没有看到发电了？有吧？今天早上架完，有没有看到发电？有没有发电出来？它的 interval 接了吗？接了，还没接啊。接了，但是那个有什么 battery 还没送到，所以还没。battery 还没送到，其实没关系，还好早上我的学弟吴行立教授，我做吴行立哦，没事，不要公台意了啊。吴教授他拿出那一组，当场就可以充那个嘛，行充嘛啊。其实你会发现即发即用啊。OK， 好。我告诉大家，太阳能光电板它可以发电，它是绿能，难道它都好吗？你要知道这个东西一定有相对不好的地方。一支冰棒谁能够说出来太阳能板有不好的地方？好了，因为它的制程需要在那个那个原子累积的过程，所以它会制造相对的高温，像那个
问一下，之前是谁啊？是月光啊？哎，就是在做这个机缘碰撞。哎，哎，所以说志成，我要告诉你，志成其实是有点高屋的。那另外呢，好，帅有一只，来，还有没有？其实我要告诉大家，还有一个，其实是蛮严重的，也就是台电再生能源处处长，他跟我讲的，我很不爽。我说我知道，但是你不要跟我讲什么。好来，你知道的，你说说看。哦，不是，我们现在不要讲架设之后它会发电这件事情。我们讲说这个板子过了大概20年后的事情，它是最大的缺点。目前很多人在打太阳能板，就是太阳光电，就是这种东西。不好意思，我们给学生好不好？不是啊，搞不好你是学生呢，不是啊。OK， 好，来。啊，对，太阳能这个细晶片，有没有？它是所谓的单晶系、多晶系，就是这一个东西。你会发觉，这个的后续的处理，现在是太阳能板。可是我要告诉大家，再生能源处处长台电的，我在跟他交流，他说，他就我们在认识嘛，然后他看我说，能源教育有没有？教授，他是台东的，你能不能帮我在台东达人乡宣导核能？好，然后在那讲，我说我干嘛宣导核能？你不知道我家里挂了一个，不要做下一个辅导吗？那个情啊，对不对？他不知道我的背景，他只知道我能源教育。我说我是反核，我是赞成非核家园。不好意思，搞不好这边有很多有核人士啊。可是我要告诉你，核能好的地方也有，它是零碳能源，零碳。我们讲低碳永续家园，核能是零碳。知道为什么核能零碳吗？因为核能的反应，核融合、核分裂。它不会像我们火力发电厂会有碳，像这样一种，它是零碳，可是相对的，它有没有非常不好的部分？就是辐射、核废的问题。所以你会发觉，我跟他讲这件事情，他马上电我，因为我说我做再生能源，我推广太阳光电、太阳热能发电，还有风力、小风力、小水力、绿能发电。他说：“教授，你知道这个太阳能板后续的那个我说你跟我讲这个，你不要这样对应核电那个危害是多大？太阳能板那个自然科技进步到一定的时候，就有办法解决。好，讲到这边，我就要告诉大家，今天你们煮的东西，其实待会你们可能要去现场看，对不对？那你们要我们去看干嘛？看怎样？都煮好了，对不对？”他、有没有？我跟你讲，最佳的方式就是你装好之后，你们组装的东西，最后哇，还真的打了一盏灯出来，那才叫帅、而不是从仪器看到东西啊！你会发现，我们做教育就是你要让孩子眼见为凭，就像刚才我们围起来，有没有？不亮，我就知道一定有人手放掉，有没有？亮，我跟你讲，刚才声音还不够大，因为有的人用这样子。有点接触不了。如果你们大家手是握紧的，那声音是很大声的，对不对？我知道你们很想再试一次，可是没时间，好不好？好，这一组是我做能源教育的教具，买来之后把外面打掉，其实也不是外面打掉，是年久失修，再加上台风，反正就外壳就坏掉。可是呢，我太太说叫我丢掉，我说这怎么可以丢掉？第一个，这是国科会的经费买的，要丢掉也要拿这个尸体去报废嘛，他就说哦，那就收起来。第二个，这个是教具，让孩子可以看到里面的构造。好，你们早上组装的就是这个东西了，我这个也是单晶系，那单晶系、多晶系它的转换效能这个再说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现在都差不多了啊。OK， 第二个，它有一个转换，因为它是直流电。它还好，我这个 LED， 请问这个 LED 灯泡吃的是直流还是交流 ？DC 还是 AC？ 这个吃的是 DC， 知道吧？我们的这个 LED 为什么省电？有时候因为它发电的那个
方式跟我们一般的灯泡、钨丝或是各种其他的不一样。所以，然后另外那个 interval 就是像这个东西，它发了电之后转换成这个灯泡有一些晶片可以亮的那个东西。所以，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切换开关，里面还有一个叫做蓄电池。所以我早上这个是太阳能路灯，有没有啊？太阳能路灯有没有？早上产电蓄电，晚上一按的时候，它可以侦测到外面没有灯了，它自然就放电，这个灯就亮。好，那我现在已经切过来了，所以待会我们去那边，你只要看我这样，它这下面就是亮，知道吗？好，因为它是即产即用。OK， 好。另外再跟大家介绍这个，也是我自己做的，所以你会发现要跟小朋友玩就是要这样，自己做的哦，两颗电池。然后这个组装一个 LED 灯，相不相信会亮？当然相信了，对不对？因为我做的，对不对？我看看这边会不会，这边有风。好，这个叫做风力水力的教具，这边用水从水龙头去冲会转，这边用风去吹也会转。只要会转就会做功。这个是电磁铁，有没有？磁生。电知道吧？磁生电，两个电磁铁，好，马上传给大家看，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拿去水龙头冲，叫做水力发电；拿去电风扇吹，叫做风力发电。小朋友马上就知道，而且告诉他很重要的，要有一个发电机组，这样知道吧？原理是一样啊，原理是一样。OK， 那个冰棒自己拿，好不好？你不是有一支冰棒吗？还是我丢给你了？刚才不是有回答那个废料是谁？哦，是你哦。后面没有。好，继续啊，继续啊，好，所以我是要跟大家讲，在达尔马克做能源自主，请问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还是坏事？好事。但是你相不相信有人反对？相信。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有一个创意。那你就要有一个后设认知。什么叫后设认知？叫高层次的认知，认知的认知 ，metacognition， 它是心理学的一个概念。你就要知道，一个创意一定有人说好，一定也有人会讲他想他不好的地方。那你会发觉，好来，既然那么多支冰棒，你觉得达鲁马克推动能源自主方案会遇到什么困难？你们来这边已经几天了？四天了，明天结业嘛，对不对？我要告诉大家，我第一天就来，我第一天你们去东兴水力发电厂，我人就在那边，但是刚好临时本来要进去参观，其实我已经进去三次了，但是我有带那个司令，还有司令，后来那个东华大学的世杰教授也进去嘛，他很高兴，对不对？说你看到梦寐以求的日式时代的电力水力发电厂。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认为，在达鲁马克部落做能源自主，真的把水力、风力、太阳能板都建置起来，有没有问题？或是有会不会遇到？我们不要讲钱的问题了，我们都假设都做了，你觉得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很实际的。这也是我要到部落跟居民讲的时候，我一定要告诉他。等他遇到说你都不够，有没有？他就会更讨厌这个能源自主方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机会我们再推一个好的事情，你先想到不好的。什么叫后设认知？我先想到，然后呢再对证去克服那里。来，都可以讲，包括我们国荣那个署长都可以讲。你觉得？做这样能源自主方案会遇到什么问题？尤其是社区居民，你觉得他们都举手欢迎、额手称气吗？你们都不聊，你们这几天不是都住在部落？好，来，请说。这个电的产权是谁？这个电的什么？产权是谁？好，这牵涉到什么？法律，这牵涉到电业法。目前我们的电是国家的，知道吧？我们不能自己产，当然啦，可以自己私底下自己弄这个，这还 OK。
我的意思说，如果以一个部落社区来讲，其实没办法独立，没办法独立这样的。还有这个所谓的中央那个叫什么中央电厂的问题，那个配输电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推部落能源自主，其实是一个理想式的。我们把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太阳光电模组的发电整合总和之后，去推算这一个社区的总发电量，例如月均的发电量，或像年均的发电量，去跟这一个来讲，好，就这样。而且我要告诉你，可不可以一比一，然后就说我们成功了，就说例如，例如3000瓦，哎，这边需不需要3000瓦？或是300瓦，300 k 瓦，大概啥？我们讲3000 k 瓦，好，3000 k 瓦。一个月的产电，我们的整合之后3000 k 瓦，刚好这一个达鲁马克部落也是3000 k 瓦，我们就说 OK 了。请问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啊？问题在哪？你们的冰棒我先留着，待会都可以来拿啊。但是我想最主要我要马上跟大家交流直接的问题。问题在哪？有啊，刚才不是说有人说有？有，我不知道有你在。哎，怎样？对，有那个离风跟尖风用电，有时候它会用电多，像现在其实是用电多热，有时候冬天他们是少，所以你会发现备载容量的问题，啊，这些都要去想象，啊，都要去思考。那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中央那种集电那种配输电力的问题，那个要大工程，而且电业法没有修。啊，我们私人现在做百万屋顶计划，也是要卖给台电，你不能自己有电力公司。我去过德国考察，德国他们的电力公司是私人，类似我们现在的手机的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远传，可以选择的，有费率的。好，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台湾为什么大家不推这种东西？那为什么德国慢慢的一年一年的？增加它的那个绿能的比例，我们台湾为什么没办法增加？现在是几%？是不是3%还是7%？只有1%哦。总共绿能发电量占总编的1%，对，这么少，我记得好像是说3%还是装置容量？水力发电哦，连大水力的啊 ，OK， 对，连日本时代盖的水力。对，我常常讲，我们台湾还是太阳能光电板的大输出大国。结果输出到哪里？欧洲去了，啊 ，OK， 好，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德国它的那个就那个，然后为什么日本他们的绿能也在推哦？日本只是福岛的电厂的问题，核电中油，哎，还东西会最大，对，好，然后直接讲电价。如果现在的电价是跟我们现在的汽油一样，一度20多块，你会不会去做绿能？就会去做。所以你会发现，因为电价便宜，所以有时候台电其实是我们推绿能的一个很大的对手。敌人？哎，对，敌人。我只是讲对手，因为我觉得台电的再生能源处长质疑我一些问题，我跟他回应，后来他当然不会请我去讲，因为我是反核的，我去达人相会讲。我跟大家讲，我来宣导你们投反对票，没有了，开玩笑啊，反正就是这样啊。好，这个不用看了哈，因为这个这边这个是我们相关的报道啊。我想谈的是啊，北塔学的绿能自主跟环境教育。第一个，能源要多元化，在达鲁马克部落不能只用一种绿能，不能只用太阳光电。如果一个礼拜下雨。完了，这个然后马上没电，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将来要真正做到能源自主，你当然那个输配电那个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我就不讲。我现在谈的是说，你一定要你的绿能的发电量一定要把备载放进去，啊，就是全部就像离间风都要算，你要算就完整的嘛，就给它算清楚啊。好，第二个能源要多元化。绿能要多元化，我们这边有什么？今天早上的太阳能，那叫太阳光电，用的是电化学的反应。
好，我们还有小型的水利，那个要算中型的啊。但是以那个水坝式的那个明潭那个大那个水坝式的那个大型的水利，这边当然相对而言叫做小水利啊。那我那个如果溪流的那叫小小水利，对不对啊？甚至我要告诉大家，太平洋洋流也可以发电啊，潮汐也可以发电啊，很多的一种发电的方式。好，所以我们这边我给达鲁马克的建议是。太阳光电、小水力、小风力。那当你太阳光电板没有办法发挥效能的时候，你要去想这其他两个，所以要总和，你要达到整年他们的发电量持续的都吻合达鲁马克一年的，你才能够宣告成功。不然你会被台电他们质疑，啊，台电他们质疑，啊，台电其实也在看，啊，其实也在看。其实我很希望我们来进行这样的课程，台电应该也来派员来参与一下。好，第二个是永续环境。我们为什么要推绿能？其实还是为了我们下一代。我们这一代基本上再活四五十年，地球大概也不会毁掉，对不对？但是四五十年之后，请问地球的环境比现在好，还是比现在更恶劣？我要告诉大家。应该比现在更恶劣，但是还好，我们科技在进步，也许可以改善，也许我们可以到火星，我不知道啊，但是我没办法到火星。这一次，这个巴比特台风重创我们台东，我家也遭受到小创，对不对哈？但是呢，我会觉得，我对于这个所谓永续家园这个概念，或是整个环境的议题，我更加的坚定。我自己也在做环境教育。好，另外呢，自主营造怎么样？透过居民，今天你们是一个开头，真正的要落实，一定要部落的居民大家来认同。你们今天只是一个示范，将来你们的热太阳能板其实应该放在达鲁马克这个居民的屋顶上，这样才够用。甚至小型风机，好，我们台东县环保局。我们的小型风机今天征求村长跟理事长同意，我们即将装设在活动中心的上面，起示范的作用，啊，起示范的作用。所以这些自主营造，你们只是当一个开始，你们来这边学习，但是希望你们离开之后有机会持续关心我们这个方案的推动，有机会散布，啊，在你们个人的 FB， 通用你们的个人的人际网络。散布达鲁马克再做一个啊，惊天地啊，但是不用气鬼神啊，惊天地的一个事情，这是台湾第一个自主营造的能源自主的一个算是奇迹，跟算是蛮难的任务。另外一个生态教育，你会发觉我们采用绿能，不要破坏环境啊，绿能跟环境应该是有趣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从后设认知跟创造力思考的，怎么样来做达鲁马克的绿能部落啊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这次能源的种类，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那现在我们大部分用的是后面还有这一个部分。台湾各位知道吗？在一支冰棒，台湾目前刚才那个说一嘛，对不对啊？然后再加大水力大概2.7或3嘛，请问？台湾目前最主要的发电的方式是哪一种？绝对不是核电。南美在哪里？对啊，在哪里？那个叫做排碳大怪兽。台中火力发电厂。我要告诉你，世界知名的排碳单一的那个地方。还有在前不知道前几年，反正好像前几年啊，第一名啊，现在第一名啊，本来就第一名，对啊，我是觉得这个是污名啊，就是说全世界单一地方排碳的第一名，确定是第一名是吧？啊 ，OK， 第一名既然是我们台湾台中靠海的那个火力发电厂，可是它是燃煤还是天然气？燃煤，它是燃煤。南美就排碳，
那我希望大家去思考一下，那目前达鲁马克大概就是太阳能、风能、水力能，那海洋能、生殖能、地热能，可以再思考。好，这边我其实有在做燃料电池的研究，生殖能其实也可以去做思考。但是我会觉得目前做得到的，把太阳能、风力能跟水力能来做的话，好，那我要再讲谈一个观念，就是我今天才知道我们大型风机的这个厂商是不是叫做英华威的，英华威，我就问他，因为我只研究小风机，像我的都是300瓦，还没有 K 哦，一台啊300瓦，就觉得好微弱，我就请教你们英华威在，我有去关心在彰滨工业区新竹那边有离岸式的，有陆域的，甚至呢，我为了要考察风力发电，还到旧金山，那个洛杉矶旧金山那个公路，那个哇，那个都放在那上面，很帅。英华威的大型风机一台多少？不，多少 kilo？ 2300，3000。所以刚才讲，我们达鲁马克只要3000kW就可以能源自主，其实一组就搞定了。可是这样可以吗？不行。第一个1亿，对不对？我以为是4000万，没想到是1亿。我不知道去哪里听到说一台风机4000万，我就已经觉得很贵了。但是英华威的小姐告诉我1亿。我的意思，能源要多元化，能源要多元化，不要把鸡蛋放在。那你如果一个巴比特就把它吹倒了，那你这个不就毁了？而且又要1亿。所以你会发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呢，我们需要大家好好的来思考。好，这些是绿能，这是整理的部分，这就是我们去看过的这个东兴水力发电厂。那这是我自己有做类似的小研究的这个小风机的部分。然后下面是你们今天早上做的太阳能光电板，上面就是电堆燃料电池。我相信将来的电好不好会跟水有关，会跟氢有关，氢能号称为未来的能源，所以我觉得氢能大家也可以去思考有没有可能性，因为我们这边有一条溪，大南溪上游桑树溪有没有有水，好，这个是从我们这个政府的绿色能源产业的要生计划，大家可以看到，其他我不讲，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我们要发展再生能源；第二个，我会觉得在达鲁马克部落，假设你要谈能源自主，我们要先做节电的工作。现在为什么大家都无所谓？第一个，电费便宜，电我差点就够了，我才管你什么能源自不自主。所以你会发觉，如果有机会，因为你把能源整个部落能源省电下来，我们是不是更容易达到绿能，很快的达到它的要的部分？不然我们说，如果钱可以解决，我们就买英华威买个连坐，对不对？对，就搞定了，对不对？所以不是这样。所以最后我要跟大家讲，有时候会有好事，有时候会有坏事。所谓的好事呢，将来导入绿能的装置，我相信集合我们环保联盟的这些前辈们大家对环境永续的一些想法，这是社会积极向各位你们非常认真的来投入这一次的课程，我们来让绿能是部落自主有一个机会导入进来，让民众认识什么叫风力，什么叫水力，什么叫做太阳能光电板。其实我要告诉大家，达鲁马克部落的居民还不见得都有去过东兴水力发电厂，因为他们其实觉得无所谓，但是东兴水力发电厂目前是谁在管？台电在管，不是达鲁马克部落在管，所以你会发现慢慢的，我们会希望有机会的话，真的来接管。但是将来看看民进党政府会在电业法做一个修正，甚至呢，我们东兴村这个社区能够做一些实验方案。真正的人换东兴村的居民去接管那个地方，慢慢的在接我们的太阳能光电板都在自己的屋顶上，
那当然是那个居民。然后那个风机都会是放在屋顶上，也是居民的。那那一个电，那个水力发电的象征性的意义就是脱离台电的掌握嘛。好 ，OK， 好。第二个，部落实施开源节流，我们不断的要绿能，要去整合，去盘点所有的多元能源的这样的一个网数。另外，节流非常重要，也是能源教育的一些问题。什么时候该关电？什么时候该冷气？什么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很重要。现在因为电太便宜了，所以大家都不会省电啊。好，那这样的目的都是有一个很好的方向，迈向低碳永续家园。但是呢，会不会有一些会让你不方便的地方？第一个，我相信我们平常浪费惯，现在要节能，这个需要整个部落大家一起来节省啊。所以由奢入俭难啊，由俭入奢易啊，对不对啊？所以你怎么样跟部落的民众宣导啊？那每一户在台电都有电费的账单。如果你可以感受到整个社区的电每个月比每个月一直在减低，啊，甚至是夏天、冬天都一样，跟去年度比，甚至我每次我都在教民众看你的账单，你们有没有收过那种账单？你有电费优惠，你知道你为什么有电费优惠吗？你们都不知道，因为钱也不是你付的，都是爸爸妈妈转账付的，所以你们很多人都没有看过电费账单，看过电费账单的请举手。OK， 好，你电费账单为什么会有电费优惠？发生了什么节气？跟去年同期同月比，你就是用比较少，它就优惠。这个是台电的节电措施，所以我会希望我们达鲁马克部落会议我有参加，你会发觉将来要落实，你要先从部落开始节能减碳开始。如果部落开始有这样的动作，其实也相对的宣示整个能源自主是有希望。如果你发觉部落每月用电越来越凶，我们永远绿能的这些光电模组或是小型风机永远跟不上，就不断的要加装设。但是前提之下，我一定会跟民众宣导，前提之下不改善我们目前的生活品质，也不是要过苦日子，不是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去盘点家用的那个东西，去把它节能？像譬如说太坏 LED 的灯具，光做这一个动作，你信不信？你都不用改善任何的生活方式，你就可以节省很多电。这个就再说，所以生活方式一定会改变，这要跟民众讲。第二个，社区意向会改变。我到德国看到那个家家户户有太阳能板的屋顶，哦，就觉得好感动哎，这个地方。以后这边如果很多家家户户都有，就是代表整个社区的意向会改变，甚至会带来很多会来参观的、会来观的啊。第三个，部落的传统会做调整。这个是跟他们文化的关系，我就不讲了，因为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些地方，他们必须要用到高耗能的一些电啊。这是达鲁马克部落在2016我给的一些愿景。第一个啊，我们从今天早上的太阳能光电模组啊这个部分把它组织起来，将来每一个屋顶啊至少80%以上。或是60%以上，这边的家户上面都有大概1kW到3kW的这样的一个发电的这个模组的话，应该够啊。然后，因为这边听说有300户啊，然后再整合川流式的东兴水力发电厂那边，如果中年都有水啊，那另外台风的时候，它里面有两大机组啊，我去参观过3次。台风的时候，有时候那树枝会卡住，啊，有时候反正就是有时候需要维修了啊。那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才知道见证到日本人的工艺，有没有？现在还能够用啊。虽然他发的电是多少，你们有没有印象？一天大概几百度，还是他那个是几 kW 的？800kW 是两个机组吧？满载嘛。我跟你讲啊，大家千万不要被那个几 kW 啊。那个叫做 max，
我们有时候要保守一点，好，保守一点啊。好，800 kW， 那是蛮窄，而且都蛮水量啊。那基本上能够有一半，啊，常态一半，你这样算啊，或是大概在一半，打个对折再对折，200度，啊，200度，其实也是很厉害，大概可以抵大概20只风机啊，或是太阳能光电板也是一大片啊。OK， 所以我会觉得多元的能源的来源哈，能源多元化其实是将来这个成功的关键啊，绝对不能只用一种啊这个绿能的发电方式啊。那最后就是小型风机跟生殖能，哎，这个地方蛮适合做试验的场所，这个把它整合起来，让2016从今天开始成为能源自主的行动的原因啊。好。那最后要跟他整合一下，我们我是从刘炯琦教授引我进来，后来认识秉亨，然后大家本来是从环境教育的生态，就是稀有保护开始，秉亨提出来能源，那我觉得秉亨讲得不错，我们记得在那个达鲁马克部落的民宿里面啊，有晚上有聊有在谈，那我觉得秉亨对绿能这一块相当的有自信有信心，也听他讲那个妈祖庙的故事，对不对啊？所以他就一直这样啊。我个人就觉得有机会，尤其是这个部落有一个日据时代的水力发电厂，这绝对是非常有的特色。那小型风机的风场，我今天早上去测过，我这边有里面有风速计啊，这边也都 OK 啊。所以，然后我们台东大学距离这边10分钟啊，资本校区也很近。所以产官学研可以一起整合进来啊，成为达鲁马克绿能自主策略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啊。然后很重要的还是要回到整个社区的意识啊。所以将来我这个简报其实也会跟达鲁马克部落的居民稍微跟他们提啊，因为目前能源教育这一块，刘炯琦教授希望我能够来慢慢的改变。这个东兴社区达鲁马克部落啊，居民不管那个老幼父母啊，都一样啊，年轻人一样，这个一定要一起来做啊。那我们会从大南国小先让它成为能源学校开始来做，一步一脚印来做啊。那刚好我也在推能源学校这个部分，那因为要跟传统结合，所以呢，这个部落有一个很棒的传说，大家知不知道？你们不是来了好几天？有一个太阳神的传说，有一个说这个地方是被太阳一直照射的地方，而且会烧焦，有没有？就是太阳很大的地方。所以其实我想到这个，我就想到我在宜兰大学有一次未来能源的研讨会，我发展了一个太阳热能发电。大家现在看到的都是太阳光电，那叫光电模组，太阳热能发电。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即将要4:30，我这个人就是会准时啊，怎么样？好了，5分钟了，好，那这样，可以再上久一点，不要，我要听大家的意见，我还是大概4:30结束，听大家的意见啊。所以那边待会几点要过去？不用过去啊。我会希望，因为当初秉亨跟我讲，弄出来的时候要点灯啊，所以它这边已经有电了，只是说还没有接。你可以接吗？那个电池还没到嘛？你可以裸电直接，可是那是220。那个镜头出来是220，对，那是220。那就拿220的灯去插，对不对？就这么简单啊。不是，你明天啊，明天是要验收，明天你一定要透过太阳光电板去把那个灯照出来，点亮，不然在绕土一样，知道吧？就像那个今天早上我跟那个村长、理事长在谈那个小型风机300瓦的，我装在上面，他就说那这样我们社区就不用点，社区活动中心就不用用台电的电。我说我家没啦，没那么厉害啊。我说顶多啊。接下来你都用一个 LED 的灯啊，探照灯照一照广场，至少晚上有路灯啊，那还可以啊。但是他的意思说，整间
整间活动中心 都不用台电，不用缴电费。那我说不可能，还要再装太阳能板，还要再存了电。对对对对对，你那个300瓦，他对那个瓦数概念不清楚嘛，好了，那个都，所以我就知道说，连理事长、村长的概念都不清楚，我们就必须要跟他们说，甚至还要跟群众宣导啊。OK， 好，那其实今天我也很高兴哦，看到很多业界啊，这个才是真正的要把东西做出来啊。所以真的，明天早上是早上是几点？10点好，我看看我赶得过来赶不过来，因为我明天早上在通大还有一个演讲，刚好到了10点，我再赶过来。我一定要见证我们达鲁马克部落能源自主的那个你们做出来的太阳能板。现在目前串联是 OK 的吗？我们今天其实现场的那个电钻或者是那个聚角铁的那个，都是用太阳能直接接的，直接充电。不是的，我现在谈的是说串联有没有问题？那3kW 的没问题，只是说没问题嘛，插那个插到那个快递啦，快递那个电池还在快递那边。那插到那边没问题，你说刚才可以输出220了嘛？它两百，所以它的变流器也没问题了嘛，对不对？我们从电池出来可以变110了。因为我很期盼明天不要出 trouble。不会不会不会，连夜会改。不要说明天最后用的电是今天的那台车去弄的，那就很逊了。要用你们今天架设的串起来的那个发电，而不是用那台车晚上就开始开回去了，所以明天没有后备，一定是。不是，明天就是一定要用那个3kW 来发电。今天架的，明天要用。好了啊。部落的传说，我希望大家有机会上网看一下达鲁马克太阳神的传说，是我要来跟民众，尤其是祈祷要说服他们的地方。我说这个地方太阳光太重要，那太阳光我讲过有太阳光电，另外一个叫太阳热，这个是12引擎温差引擎。各位，澳洲旧金山德州已经有太阳热能模组厂，我是看到那个，我就想到我要跟小朋友介绍，我就去弄了一个类似那个蝶形的那个反射的东西放在下面，然后透过聚光驱动这下面温差，然后这个就会转动，只要转动做功就会产能，就会发电，然后再来做电水的电解，然后产氢，然后反正就是绿能啊，而且是用源头是太阳热的。这一点我会觉得，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做一个小型的，至少发个10瓦，点个那个 LED 的那个灯泡，20瓦也好啊。OK， 好，这样也至少让人家知道，太阳能并不是只有光电网这个部分啊。那达鲁马克的环境教育，我希望要注重环境伦理、生态保育、友善行动跟有序的做，这才是真正的环境教育这个部分。大家觉得达鲁马克赞不赞？赞。赞不赞？赞。好，赞的话，我们准备下课了哈。这个就是我对于达鲁马克部落将来绿能的整个配置的意向。啊，其实绝对不是部落这个社区的一个问题，要整合大家公民团体、那个政府啊，包括环保署、经济部能源局、台东县政府也要支持的啊，还有那个上面那个梅花是什么东西啊？国防部的，不是国防部，国防部跟我们能源自主有什么关系？啊，你们都不知道那个是哪一个单位的徽章？不是，哎呦，没人知道，来，赶快答对，又有冰棒可以吃了。而且我放到最高了啦。总统府。答对了，总统府移植。这是。各位，总统府。秉亨在做这个事，各位，不是吗？还是秉亨骗我？秉亨他说，我们的小英总统已经签了第一片太阳能光电板250瓦的那个，有，他现在在哪里？我今天想看到。那个服务，你们有没有看到？你们有没有看到？你们到现在还没看到？我希望晚上把它搬出来，因为
绿能是小英政府的，他要做的事情。如果这样，那我们如果已经在哈，理事长在哈，晚上带过来，大家说好不好？如果同意带过来，请掌声鼓励好不好？大家看一下嘛，对不对？甚至我会觉得，我们也，你们今天说，你们今天架的光电板，你们应该有权利可以签名。大家说对不对？因为是你们架设，可是我不知道会不会签啊。签在背板。是我觉得。背板。好，对啊，我当然是背板啦，哪有人签正面的？小英签正面。哦，小英签正面。他总统，他想怎样就怎样。他那天怎样？可是我们好了，可是我们签背面，对不对？因为签正面哦，会影响他的效率。对对对。我们签背面，而且正面一下子就不见。其实小英应该签背面，叫他补签，对不对？大家弄好哈，叫他补签。这样他也是签一个。对，其实他如果真的是小片的，一小片。好了，这都没关系嘛。我觉得你不能，我个人是没有党籍的，但是我是反美立湾，我是反文化奴啊。我是没有党籍啊，我是为了这个环境好，所以为什么在环保署跟环保局，我有一些也是召集的啊。所以你看我们召集对不对？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工作要做好，真的要从政府开始。尤其是我今天非常感动，前署长国龙署长帮我主持介绍，然后他今天从早到晚，而且听说来几天了，5天都在。他是营主任嘛，全在，大家是要给他掌声。对，你们来这边吃吃喝喝都靠他了，对不对？而且你们的保证金就被退回，就可以退回了，对不对？啊，等等的，对不对？你会发觉这种工作叫做吃力不讨好，可是前署长敢这样做，我很感动。我为什么对台东的环境这么的慢慢开始投入，或是公民运动？我要感谢刘炯熙教授。刘炯熙他说：“伟俊，你可以一起来做对台东环境的事。”我说：“好，我跟你一起冲。”可是他比较。勇敢冲，所以他常常被告，知道吗？啊，我是躲在后面，但是我的冲法跟他的冲法不一样。我的冲法，我要从下由下而上，我不想去挑战那些官员，我要由下而上，我甚至我要进到政府组织里面去改变政府组织跟民间的结合。我是叫温和派，他可能比较激进，啊，是开玩笑啊。所以你会发现总统府。所以这个部落能源自主要成功，我觉得除了多元的能源，水力、风力跟太阳能，啊，还有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各个跟能源相关的，该修改电业法修改电业法。将来我们台湾会有一个能源自主部落，慢慢的台湾各个地方开始打破一个中央这个台电的这种一个，就像以前叫做。那个以前只有中华电信的时候叫什么？电信局。叫电信局嘛，对不对？叫电信局。它也叫中华电信。对，也叫中华电信，叫电信。我的意思就是说，将来就像我们的电信一样，有各种的可能性。各地方政府在德国，他们的分散式电厂的概念，这个才是我们台湾有趣的未来。谢谢大家，谢谢。我还有大支的，为什么我刚才没拿这大支的？为什么我没拿大支的？因为这一支不会叫，我没有装蜂鸣器，但是这一支会亮。而且我这一支怎么做？为什么我这样会亮？其实这样也会亮。不会啦，怎么会电啊？这里面再怎么也怎么样，不是，我先这样。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是一个回路，这样是回路，这个就是没法去，你要先想好。谢谢大家，谢谢。国龙署长帮我 ending 一下，因为你有帮我主持嘛，帮我讲评一下，很高兴认识你。啊，非常谢谢李教授愿意在百忙当中也腾出时间来。并且是所有我们这次团队的最后正式上课的最后一课，那我们
接下来我们就是座谈会，那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来谢谢他。我希望他继续关注这个能源自主绿色能源能够在塔拉玛能够顺利的成功啊。那也谢谢我们所有今天参与的我们的学员，你们回去，你们是台湾绿色能源的播种者，不管在你的各种不同的专业，用你们的能力把这样的一个概念散播出去，正如同李教授刚刚讲的Facebook 也好啦，各个方式也好啦，朋友的座谈也好啦等等怎么样来让我们的地球能够有序，让台湾能够有序，这个是我们这一代共同的责任。好，我们再谢谢他，谢谢李教授。所以还有没有时间？我想听一听回馈，虽然晚上也有座谈晚上我也会在，晚上也有座谈，不是我要把这些说走啊，你也起来啊，一起座谈啊。哦，进来座谈，他座谈吃完饭就自由活动。晚上要大餐，大家要。哦，对对对，所以为什么饱亨不是饱亨啊，丙亨啊，丙亨早上遇到他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你能不能把，因为我本来今天安排是晚上，那为什么是晚上？因为我今天是要去绿岛，对不对哈？今天早上7:20，4:30回来是绿岛的行程，那是因为风灾。绿岛百废待举，所以这时候去长官不是也不是长官啦，就是环保署低碳永续家园去那边访视不太对啦人家在那边忙的时候，所以我们这行程取消所以对我介绍一下这位司令他就是环保局的承办人员来站起来那么漂亮的什么东西司令那很高兴这个环保局这边也愿意跟达鲁马克部落站在一起，跟东兴社区站在一起，那我刚好是这个专案的召集人，那我请求环保局给一点小小的经费，架设第一座小型风机，那他待会要去活动中心，我们要在那边做最后风场的测试，来评估设置的地点、安全性等等的一些问题，所以我叫他今天来。因为我今天这个时间一定在，也希望他听一听社区有关能源自主方案的这样里面，请坐，请坐那所以我的行程就调整，然后因为平常跟我讲晚上有大餐大家有期待有大餐了那前面地方是点心有大餐，对，你还没吃啊？记得选那个洛神花的。好，也可以再传，如果要续资的都可以帮我把它吃完好，然后所以现在就是开始座谈会了对，那太棒了先休息一下，大家再吃一支冰棒，待会座谈会的主持人应该是李市长是都有这个招请好，那我们就到这边，待会我跟大家一起站到最后最主要是我也想吃大餐OK， 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还有蛋糕，太棒了，太棒了。你也是。